的腿都很长很直，然后呢这边是走一个粉红色，然后跟白色其实就差在这个蝴蝶结跟下，然后它有分尺寸，大家其实正常尺寸戴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咯，这个是可以拆的。其实这只是一个造型用，因为我穿 SR 一颗拳头，然后它是没有什么弹性的裤子，但是我觉得不会挤肉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然后我觉得它非常显腿直，是因为它是做这种宽版的，所以如果是大腿比较肉的女生，我觉得这件很可以哦。不然的话它是 M 号身形，这件它是带 M 号的效果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大腿是完全不紧勒哦。我觉得粉色也很可爱，因为今年很流行粉红色，然后大家落在中腰的位置就是会盖过肚脐，它裤管是这种比较小 A 版，然后这边不会很大，大到好像要走光，也不会小到挤肉，所以我真的觉得恰到好处。